咋了？他大口一点。哥，我怎么感觉我碰见熟人了呢？学那不方言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不是，他怎么打扮成这样了？哎，你别说啊，他把警服一脱，穿上这身够妖娆的。他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该不会是失恋了，一个人在这找刺激了吧？你分析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他这个人平时啊，就喜欢数落别人，对吧？指指点点的，谁知道背后干什么呢？要不然咱俩走吧，啊，趁他没发现咱们俩，再换个地儿。凭什么呀？不走，不能走。我跟他打个招呼去。哎，不好吧？你冷静一点，你真去？哎，我去。方警官。这么雅兴啊，一个人来泡吧，你没点瓶酒啊？走吧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怎么换了身装扮就不认识我了？我是看你一个人在这儿，给你打个招呼。你别说，你这人打扮还挺出人预料的，我差点都没认出你来。方司令，你这么打扮挺好的，像过小姑娘样子了，不像平时那样板板正正的、老气横秋、总爱教育人的样子。方司令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有事儿，你赶紧从这儿走。行行，我不打扰你了，啊！那方警官，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的事儿生气呢？你也不要太小心眼儿。那天确实是我做的挺过分的，我太不给你面了。但是你要反省反省，对吧？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？是不是你的处理方式也有问题啊，方警官？不要吵，方警官。我知道你的身份不能来这儿，警察是不可以出现在这种场合的，对不对？走吧。你干嘛呀？什么干嘛？人让你走开，却是没完没了在这纠缠呀。你谁呀？我怎么纠缠他了？我是他朋友啊。那你是不知道。真不是我纠缠他，你问问他，从前都是他纠缠我多。你们俩认识？认识。你看人家不认识你，快走吧，行吗，兄弟？是不是喝多了呀？要不然我报警了。报警？啊，不是，你俩认识吗？我认识啊。你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吧？知道。你不用报警，他就是警察。行动！警察！你们俩站住！就你们两个，跟我回警局协助调查一下。怎么了？回警局就知道了。啊？啊什么？赶紧走！